具鲜活的生命，一个前途无量的魂师，在你们眼中难道没有价值？孩子，让我有些奇怪的熟悉感。剧毒肚体，他完蛋了。幻号，本体无魂灵眸，你是我们本体宗的人。霍雨浩和王峰之前的比赛，就用出过黄金之怒和天地之锤两个武魂融合技，加上这两个怪物，这绝对是怪物。